这个他喜欢的书生已经病了，就是要就即将要走了，他就写了一封信，他说他亏欠他很多，哦，那个他亏欠他很多，他希望他们有缘能够再相聚这样。好，那这个千金也跟他说，是我欠你比较多，因为是我爸爸把你害的，所以来生有机会我一定要报答你这样。然后这个书生就嗝屁了，就死掉了。那他后来就是因为这样也生了病了，那生病之后他就跟他这个先生说，其实你对我很好，我亏欠你很多，我也没帮你生半个儿子，到现在都还没有跟你发生过关系，所以如果有来世，那我一定会好好的报答你。结果你知道那个来世哦，就这样羞怕灯，他现在的老公就是那时候的老公，他现在的儿子就是那时候的书生。